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次要三六零》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正八礼乐二五八情发于身，身成文谓之音；自是之音安以乐，其正和；乱世之音变以怒。 其正拐亡国之音哀以思；其民困，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思。先王以世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后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易俗。 这条出自于剑山毛诗。花啊是显现、显露的意思。声指古代啊五声音律，宫商角徵羽啊，这个叫五音呐、啊。五声。成文是形成乐章、文采、文辞、礼仪等的总称啊。这里指组成一定的。 旋律，安以乐，啊，安详而欢乐。以呀、啊，而且，拐呢是违背啊，不和的意思，啊，困啊，困厄为难。经是调理。这一条讲啊，情志透过宫商之声流露出来，五声音律声声相应。 而成韵律，便叫做音。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欢乐，反映当时政治平和；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，反映当时政治拐戾、僻伪、灭亡或平移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哀伤。 而忧愁，啊，就是濒临灭亡或者已灭亡的国家呢，他们这个音乐呀、啊，是哀伤而且忧愁了，啊，反映当时的人民百姓啊流离困苦，所以要矫正政治得失，震动天地，感动鬼神，没有什么比诗歌更近于。 能实现这个目标。前代君王就是以诗来调理夫妇的关系，培养孝敬的行为，敦厚人伦常道，使教化美善，以及改变风气和习俗。那么这一条啊啊，也就是说明啊啊，这个音乐啊。 什么样的音乐也反映出啊，当时啊这个国家地区呀、啊，它的盛衰存亡了。啊，如果这个国家地区呀、啊，啊它是太平盛世，啊，那么他们呢、啊、制作出来的音乐啊，是安详，啊、那人民呢、啊、都很欢乐，啊，这个就反映啊这个。 当时这个政治啊办的很好，平和，啊是太平盛世。那么乱世的音乐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就怨恨了，啊这个音乐带有怨恨了、愤怒了。那反映啊，当时这个政治啊办的很不好，办的很糟。那么快要灭亡的国家呢，它的音乐啊就是哀伤。 忧愁，也是反映当时人民百姓啊，生活啊流离困苦。所以古圣先王啊，啊，到各地啊，啊，听听地方的音乐啊，以前呢、啊、是诗歌，啊，这个诗歌啊，啊，民间呢、啊，就是反映出啊，当时啊，政治办的好不好，啊，如果这个音乐啊。 啊，唱歌反映出啊，这个政治有哪些地方不好？啊，透过这个诗歌啊来反映啊，那么为政的人呢、啊，办政治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他就要去矫正了，要去调整政治的得失了，啊，所以古代啊，啊，是用这个诗歌啊来反映啊当时政治的好坏。 啊，这个是诗歌啊，它的作用。那么到一个国家地区啊，听听他们唱的歌啊，他们做的音乐，就能够知道啊，这个国家地区呀、啊，它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啊衰亡啊？所以这个礼乐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。 好，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